今日爬龙船会有好多官方同埋非官方嘅重要人物出席主持点睛仪式，你哋每个人手上嘅资料就系你哋要保护嘅人物，大家精神啲，特别小心。 Yes sir， 啲咁嘅衰人都要我哋保护。 注意，有事发生，主席台发生命案，广东县被杀，子弹系喺海面射过嚟嘅，牵手就喺附近。郭丹尾立即展开大搜查，截查可疑人物。王生点啊？冇事嘅，冇事嘅，你哋继续啊，请继续啊。
快點,我給你走了。 你知唔知有邊間醫院？你以為佢會去？等佢會抌個細路佬落山咩？ 准备做手术，要快啲救醒佢先。准备心电图。
情况点啊？脉搏血压正唔正常？脉搏好弱，血压偏低。惊唔惊？男人抱个细路女入嚟？喺急症室啦。睇下附近有冇可疑物。医生，先生，你系伤者咩人啊？佢点解受伤噶？诶，先生，你去边啊？你叫咩名啊？我要登记噶。头先个男人咧？继续啊！唔好理咁多，救人先。系。唔好骚扰医生，放低纸枪。